係62點嘅。咁至於期指方面啦，就係升157點嘅，係19,186點啊。咁高水啦就係8點嘅，而成交方面啦就有90,000幾張嘅。咁同阿 Wafi 咧講下個大市期，就其實今日啦都係比較咧成交額方面都唔係咁多，咁點睇今日嘅升市咧？嗱，的確係啦，咁啊今日嚟講啦。成交都依然比較弱少少，同過去幾日差唔多啦。咁的確變相嚟講，令到個市咧，其實相對我反而覺得咁樣睇翻嘅，成交低咧，好多時都咁講啦，容易即係叫少少買盤好，或者少少沽盤都好啦，就足以令到個市咧係升高同埋即係叫有跌勢。咁所以正正你見到今日啦，喺冇乜成交底下，或者之前嗰幾日冇乜成交底下啦，今日個市都相對咧有個抽高現象，正正咁嘅因素啦。再加埋嚟講啦，始終嚟緊呢幾日啦，聽日就即係叫期指結算啦，再加埋始終係即係嚟緊半年嘅因素啦。咁啊，其實之前同大家講過啦，喺呢兩個因素帶動底下咧，我相信呢一陣啦，短線嚟講港股都會有個少少升勢，其實即係出現翻嘅。始終嚟講都要做翻靚少少啦。咁所以其實之前同大家講過，我預期翻個股市嚟計啦，呢一兩日咧係會有個即係少少嘅一個即係反彈喺度嘅。咁啊，初步睇翻啦，大概19,300點到啦，做翻個即係初步小嘅即係目標先啦。反而下邊關鍵啲咧，都依然係啦。如果仍然都係力守住20天線嘅時候咧，相信暫時問題唔係太大。但都需要強調一點啦，經歷過呢陣升勢之後啦，唔等於個市會繼續升上去嘅。咁我都有機會啦，再做翻個整固，因為始終往後啲睇啦，都依然睇翻歐洲方面究竟係點樣發展。咁但係到呢一為止計啦，歐洲都依然比較即係有個混亂情況底下啦，我相信個市咧未必咁快個單方向發展住。咁所以變相我覺得升完一陣之後啦，仍然都係以反覆為主咁樣咯。咁好，我不如而家順便睇埋啦，就係主要藍籌股啊收市嘅表現先啦。見到匯控啦，係升咗2毫子啊，咁係收報啦68.4啊。咁至於中國移動方面啦，係升超過1%，收報啦係83.75元噶。咁至於中國銀行啦，係升緊啦就係升咗3仙噶。咁而工商行啦係升咗4仙。建設銀行方面啦，升咗啦就係8仙啊，收報咧就係5.23噶。見到港交所啦，就係升咗啦，就係1毫子噶，咁啊收報啦109.2元噶。咁至於收紅基地產方面啦，就係升挨近咧就1%噶。咁而長江實業啦，就係升啦超過2%，收報啦93.2噶。咁中銀香港啦，就係收報啦就係23.75元噶，咁啊升咗啦就係5仙啊。中國人壽方面啦，就係升超過2%噶。咁睇埋另外幾隻啦，咁見到中海油啦就係升挨近2%，中石化啦就係升緊1仙嘅，咁至於啦中國鋁業啦就係升咗3仙，而中國海外啦就係升超過4%，而騰訊控股方面咧就係收報225.6嘅，係升咗7元嘅。咁要同啦 Wafi 啦就係講下啦，就係呢類啦公布咗業績嘅一啲嘅股份啦，咁就係講一講啦，就係編號啦1929嘅周大福啦。咁見到琴日啦收市之後啦，就公布咗啦就係上市之後首份嘅全年業績啊。咁見到啦咁啊，直至3月底啦，咁啊年度純利增長啦係增長咧係有成79.2% 啦，略高於市場預期噶。咁見到周大福今日個股價啦都抽升咗上嚟啊，咁升咗啦就係6.39% 啦，咁而家就做收報啦就係9.81噶。其實主席都講到啦，話今年咧就係會再開店咧就唔少於200間噶。咁其實都幾有信心啦，就係話咧集團咧嚟緊營業額咧可以3年內咧再翻一翻。咁其實你自己點樣睇咧？嗱，的確暫時睇咧就稍微好翻啲嘅，因為原本大家擔心就見到一嚟咧，叫之前股價跌得低殘先，大家部分憂慮啦，可能嗰個嚟緊業績，即係琴日所謂嘅收市出嘅業績咧，未必達到招股書嗰個預期，甚至嚟講更加係為之差。咁但係點講都出嚟之後咧，正正啱啱叫略略高過個招股書預期，令到大家睇下咧睇法都眼前一亮。而且二嚟嘅話咧，特別周大福強一點啦，內地店鋪咧不嬲多過本港嘅即係叫店鋪嘅，相對嚟講啦，反而內地業務比重咧係為之多啲添嘅。咁所以正正嚟講咧，之前本港零售市道放緩咧，反而對佢個造成壓力咧係比較少啲嘅。咁反而呢一點咧喺今次業績嚟講咧，正正反映到，正正嚟講，因為翻就香港方面咧係影響性比較細之下啦，都令到佢哋業績咧未朝做得太差，而有個比較好嘅一個表現出翻嚟。咁更何況管理層即係特別阿純官咧都預言過啦，3年裏邊都收入上翻一倍啦，甚至嚟講都依然咧係會陸陸續續開更加多嘅店鋪。咁市面上呢刻啦，大家對佢睇法比較樂觀底下啦，我相信短線睇咧升勢有望持續嘅。咁我覺得短線嚟講啦，以翻大概條50天線度啦，挨近10.4元啊。10.3元呢價位咧，做翻個初步啲嘅目標咁樣咯。
跟住講埋另外一隻咧，同樣都係琴日公布業績啦，今日都做得幾好嘅股份啊，就係咧快餐店嘅龍頭股大家樂啊，編號咧就係341啊。咁見到啦，就係截至三月底啦，全年嘅業績啦，雖然話係跌100%啫，咁但係咧係就單計香港嘅市場啊，咁除税啊、折舊啊，兼埋攤銷前啦，其實利潤咧係可以有7億咁，同上年咧就係睇齊噶。咁其實你又點睇咧？嚟緊咧佢就會開50間分店啦，咁同埋咧喺食品價格方面就會再加咧就3-4%噶。咁今日咧個股價做得幾好啊，咁啊升咗啦。就係4.7%，做緊咧就係20.95咁。其實你覺得呢一個效應又可唔可以繼續持續落去咧？嗱，相信短線有望咁嘅勢頭繼續做翻好少少，因為正正嚟講啦，雖然成份業績計都有個按鈕個倒退現象，本來大家好似睇得比較憂慮嘅，咁但其實拆翻細嚟睇啦，下半年咧其實係做得好過上半年好多嘅。上半年嚟講咧，不論你話本港同埋內地業務咧，都係做得比較差嘅。咁但係下半年計咧，內地業務雖然都係有個即係比較再曳少少，咁但係本港業務完全係帶翻成份業績上嚟嘅，令到下半年嗰個業績計咧其實係遠勝。上半年正正嚟講，今日啦，不至於令到大家對睇法咧太過負面啊。咁教學方嚟講啦，其實管理層講到啦，內地嚟緊咧都會一個統一去到即係叫物流中心去到即係營運翻啦。因為以食品股嚟，即係呢啲咁嘅即係叫快餐店股嚟計啦，如果以能夠以統一咁樣去到即係分派翻嘅時候啦，變相無論對佢成本等等嘅舒緩性咧，嚟緊係有個幫助。咁所以正正令到今日嚟講咧都抽升翻比較明顯少少啦。咁更加嚟講收市叫企穩25-50天線樓上。咁基本上短線睇啦，我相信有個因素咧可以叫推薦。之前就係大概嗰個密集區啦，挨近21.5至21.8呢價位咁樣咯。好啊，跟住講埋咧就係大快活咯。其實咧佢都公布咗業績㗎。咁啊講緊咧係咧全年咧多賺咗5%㗎。咁末期連埋特別息咧係派78仙㗎。咁啊因為咧0.4元咧就係咧慶祝翻咧佢成立40周年㗎。咁啊講緊咧今日咧個造價都非常之好啊。咁啊做到咧就係52周嘅高位14.1毫2㗎。咁而家收市咧就係報啦14蚊。咁點睇咧呢個大快活咧咁樣？其實一樣啊，大快活業績嚟講咧都叫做得幾唔錯嘅。咁特別你見到今次咧頭先講。大家樂雖然全年計都依然有個倒退，但反而大快活睇咧，其實全年嚟講咧，純利喺按年有個升幅嘅點嘅，去翻升嘅升成5.4%。咁但係一樣啦，睇翻舊年半年計嘅時候咧，其實大快活咧係有個倒退，純利去到18%嘅。咁即係變相佢哋下半年咧，即係我哋所講嘅舊年第四季同今年第一季嚟講咧，係完全咧係做得非常之理想，令到成份業績係做得非常之好啊。咁更何況嚟講啦，阿 Mike 提到一點好重要咧，就始終大快活今次都宣布埋啦，派埋特別息，形成嘅成個息方面咧有成78仙，即係7.8毫港幣啦，變相你話以翻現價14蚊收市計咧，即係今日抽上嚟計都好啦，其實都差唔多有成5厘樓上嘅息去收翻嘅，變相淨係呢一刻計咧，都係幾吸引，或者有個即係叫息又好，或者嗰個股價上升動力都好啦，有個幾唔錯嘅效果，咁先形成今日啦，係稍微抽翻好少少啦，咁我覺得相信嚟講啦，個升勢咧短線都有望持續嘅，甚至乎好少進取啲睇啦，始終頭先講到嘅息口方面比較吸引底下啦，我相信可能有望啦喺調整之前咧都依然有個即係唔錯嘅炒作，咁但係當然啦，今日咁樣輪急升。之後啦，往後睇嘅能唔能夠繼續升上去咧，係一件比較可能仍然去觀察嘅事。但我相信往後睇嘅股價走勢咧，應該唔會太差啦。暫時我相信嚟講咧，以翻大概13.5咧至14蚊呢價位度到咧，應該係徘徊一段時間咁樣咯。好啊，唔該曬 Wafi 噶，咁不如同我做時間差唔多，同你做翻個申報先啦。啱啱所講嘅股票自己有冇持有㗎？冇嘅。好啊，唔該曬 Wafi 噶，咁今日咧直播嘅時間咧就差唔多㗎啦。咁同樣嘅時間咧，記得留意翻我哋咧耀財財經台啦。咁同大家跟進翻啦，咁大市收市嘅表現啦，係升咗啦195點㗎，咁升幅咧就1.03% 啊，咁收報啦19,176點啊。成交額方面406億，成交量方面咧就係91,000幾張㗎。好啦，我哋聽日繼續我哋耀財財經台嘅直播時間，聽日見。